赚钱的事儿我都有兴趣。怎么，你也想做网红？不行啊。那你有什么才艺吗？吃算了，我这胃起码还能装下三份肥鱼。你要问那买单。世锦赛冠军奖金有多少？上百万是吧？人民币还是美金啊？你觉得夺冠就这么轻松啊？那你觉得以我的能力需要练多久？至少一年吧。算了算了，一年你都不可能。大哥，我还要打工，还要念书。你可别学你的苗苗姐，大三了还报不了英语四级，一大舅都快愁死了。哎，我是滑雪教练，三百一套。有下场，大哥，我可是 A 吧。你小姑娘家家的，考那么大个本干啥子？以前在搬家公司打工，差点给个货场。你以为我不能？身上给我小姑发传单还有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你们玩啊？有一个农户开的半山腰，这不是我小姑开的店吗？嗯，里面厨师贼厉害。经营打折吗？打骨折，老规矩啊，不贵。陈玉，帮我一场气，快去。你小姑那你这她现在自己工资还开不出来呢，她没钱但她有酒啊，她可以用酒给我结账，完事儿我再卖给你。不是卖给谁？卖给我，我酒还不知道卖谁，坑爹呢。我以前在酒庄里打过工啊，这儿没啥好酒，你要是不差钱的话不让人送，又是一级庄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冰天雪地的大东北，天儿再冷也冻不住咱们炙热的心，风再大也挡不住我们身后的墙啊。不是赚钱就没有别的志向吗？对啊，赚钱就是我的信仰，也是我心灵永恒的故乡。你可真有出息啊。